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汽车是我们现代人的代步工具，在汽车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大众市场上出现的汽车越来越多，当然它们的价格也有高有低。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，车子的品牌也成了大家挑剔的一个类型，越来越多的豪车也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里。大家都知道豪车价格非常的贵，可是大家知道吗？豪车的车标也非常的贵，每个品牌的车标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同样它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劳斯莱斯这款车已经被大家熟知，它的欢庆女神的车标价格就非常的可观。欢庆女神这款车标的价格可以和一款配置中等的 SUV 媲美了，很多小偷都想偷来拿去换钱吧，不过他们也就只是想想罢了。豪车的安全系统也是非常好的，为了防止车标被偷走，在锁车的时候车标也会自动缩回车子里，而如果不小心碰到车标，它不仅会自动报警，而且还会将车标自动缩回车子里，是不是非常神奇呢？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迈巴赫的车标，虽然和刚刚介绍的那款欢庆女神不能比拟，但是它价格也不便宜。据了解，迈巴赫的车标也能在全球最贵的车标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它的车标价格在17万元左右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宾利这款豪车？豪车的车标当然也不会是便宜货。宾利这款车的车标外观非常精美，是一个字母 B， 身上带了一个小小的翅膀，而这个车标的价格也有15万之多。很多时候，车子的品牌就像是金钱的象征，而车标的精美是否也对其有一定的影响？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